好像看到聊天室有人想要我早点到。零啊零啊，我们只有可能准时或是迟到啊，不可能早到啊。连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都是选择晚一点到的，怎么可能我们会找到嘛？我现在要首选，首选的话可能会玩攀升什么，但是我一直玩攀升好烦啊。相信我们的队友一把吧，我们给点控场让队友玩，看看这些韩国仔值不值得我们信任。盲选胜了，遇到什么我都不怕。哎，什么什么？打攀升啊、哦！打攀升，想不到赢的可能。但是他后期应该打不赢我，他只有前期很强，他后期打不赢我的。打野是谁？这是谁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角色？我不知道出什么。是 Toys 啊？你们怎么这么嘴啊？你们不要这么嘴好不好？啊、他们这个阵容是前期一定要赢，他们不赢他们就输了。他们二十分钟没让我们狙，他们就狙了。攀升中路 ，GP 上路啊 ！GP 要偷钱偷到爽啊！啊，我点错技能了，我没有点盾级，靠腰，我竟然还发现点错了。送爽没？发死布拉德！老子不发挥，当我是病猫啊？鸡皮，乖乖当你的鸡皮给我吃呗。嗯，不然点错了，找一个盾级差蛮多的，但也还好了，就差一点吧。对啊，啊，全部全死的。相信队友得到的回报，队友每个都振作起来了。每个人都跟我前几场遇到的不一样。不是啊，你打得了我，你打不了我跟我的队友啊。无情西南，对面全物理哎、欸，啊我是胜，我们这样怎么可能输？哈，我们怎么可能输嘛？好想当这个胜，吃屎啦！我单杀他哎、欸，他绝对是扛我的，他又可以接我的嘲讽，又可以这么一直，你看又可以这样 poke 我，他绝对是扛我的，我还单杀他，怎么样当这个胜？你看他这么扛我，他就可以风筝我啊，他根本屌扛我，我感觉如果要赢他要出一点。想杀我的蜘蛛啊！你们完胜呢，要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你要随时看一下你这个小血量。我是看这个右下角看到蜘蛛快死了，我才杀他的。你不看的话，你就没注意到。可悲，被我追着砍。可悲，被我追着砍。贪生哈，黑切，黑切鸟不起是吧？就不要被我嘲讽，贪生。嗯，好像会出人命哦。嘿嘿，用出物防就好了，对面全部都是物理仔。反甲没啥用吧？这个中上都吃技能的 ，AD 这么烂也射不到我，我出反甲干嘛？我这把不出反甲，出死者尖甲好一点。我觉得这个火甲真的太弱势了。我是 Riot 的话，我就会给火甲个100%生命回复之类的，他就会好强起来了，真的。他把坦克搞得很烂啊，
AD 可以吸血，为什么坦克不能回血？他有一波 nerf 所有的回血装备，你现在搞的坦克都不能回血啊， AD 可以吸血，不太公平。那以前有个版本上路每一个都是冒凯，哈，那个角色，你身为一个职业选手，满怀胸怀，胸怀梦想，你每天都被逼着一定要玩冒凯，你就只能看到人绑一下，然后锤一下，然后丢个树树在果子里，在那个草丛里面看看有没有人来，然后抓个机会跟你的辅助沟通，五分钟 TP 一次。然后你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，你的功用就是这样。那个版本玩的特别不爽，你们看那个 OPGG 就知道了。你们看那个上路胜率表，前十五名哦，前十五名有五六个远程，然后剩下都是斗士，但这名没有坦。那个圣也是在那个前十五名之外，毕竟坦克就是比较废。你看我对面已经全物防了，全物攻哎，我已经200多物防了，我被他打还是蛮痛的。我会草铲这个。好吧，哇！遇到了不够长的困扰，我们还可以更没梦想吗？这装备反甲吗？这个样子再出反甲会不会太没梦想？除了反甲以外，现在没什么好出的。他为了我出了雾川，你们从来没见过的鳄鱼 GP 出了。他出了雾川，我应该打不赢他了。我要打赢他，要出三项泰坦的。我这把没有这样玩，因为这把对面全物理，我就出坦装了。该不会被韩服袭击吧？好想赢韩国，好想赢韩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们到底谁打我的 ？GP 啊 ，GP 好痒啊 ，GP 很痛啊，坦克悲歌啊！难道遇到全物理阵容，我们270物防也没用吗？终极没梦想，三件物防装，再出个手套吧。火甲跟海神斧都有人出，这把是全物理，我出火甲也是挺正常的。我应该出石像鬼吧，我反正我进场以后就开石像鬼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确保我可以嘲讽两次以上。比赛打会战呢就是要坦，前面就是要有个坦，没有坦就打不了。半年前 LMS 流行的阵容就是后期中路 AD 也是选个后期强的，然后上路就会选个纳尔，纳尔跳进去以后就会开石像鬼。啊！啊，不够长，没办法。有没有？我们都这么坦了，我们还差点倒哎、欸，我还差点倒哎、欸，是的确是蛮需要这个石像鬼的、啊。我直接连着 AD 砍死他、啊，还救了这个蜘蛛。咦、欸？小丑盒子，爆破，我有爆破，好风。谢谢。什么对面是不是傻？我也很痛好吗？对面打我就是傻。我们坦克这么难玩吗？蛮强的吧。哎、欸，抓到了。我们的 AD 是不是有点菜啊？749，真的抓到了。他感觉有点菜哎、欸。我一个垃圾圣都可以打14000，他才多打我1700哎、欸，我合理怀疑他有点菜啊，对不对？我打的跟潘森一样多，还是我太强？嗯、感觉就不是我太强。